走票来又收船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他们，我又来了。说看到我视频的朋友们，出门赚他个六万八。今天我们吃个肥肠烟，鸡味有点贵哈，我们整个鸭子来吃。肥肠系列，肥肠烧啥子就是肥肠啥子，不管你烧啥子，都是肥肠最好吃。开干，准备一只灰色的鸭子，三斤肥肠。我们先把最难收拾的肥肠收拾一下，因为选择白色你看不到装装，你看这个去不掉哈，只有吃点毛了。加点高度白酒、面粉。上次我看到我狠人用火烧来洗的，吃起来还是有点杀气杀气的。十二杆子，带着这个脏东西啊，加入清水。这个流程反复三次以上啊，才能洗干净。然而，反正这个肥肠好大，不晓得是不是母猪肥肠。加入老卤，这是我卤鸭头留下的，你们可以去看啊，往期视频卤鸭头。再放点盐，再放点53度的高度白酒。这个肥肠卤完以后，这个卤水就不能要了，转电压的锅压40分钟。现在我们来收拾下鸭子。阿公点火，要得很干。冷水下入鸭子，焯水，倒点料酒，烧开，捞出来用清水洗干净，有点肥这样子。卤好的肥肠切成圈圈，现在可以吃啊。卢师傅就在这点哈，水分重得很哈。烧油，有温度的下花椒。下鸭子，多炒点炒出多余油脂，爆干点香哈。爆了5分钟以后，放入葱姜蒜，下面呢，继续翻炒，放点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放入泡椒，泡椒，继续翻炒。这出香味哈，放入其他的肥肠，这样一来就显得肥肠有点少哈。锅边淋入料酒，再放点香醋，放入318克白糖。以我们的口味，就不用放水，直接把油把它焖熟，更好吃啊，更香。但是阿公搞不动一会儿，我们就下一瓶驱烟子的啤酒。锅盖盖头焖30分钟，就这个颜色，你能下几碗干饭？再放点二荆条，这就不用放盐了哈。泡姜、泡椒和那豆瓣酱都有汗味，放点十三香。要得了，起锅。来哟，我还整了。要得很个，整我肥肠，哦。肥肠最经典就是肥肠，我这六十五万肥肠没好多的。这做好多啊，弄贵点，这做好多。水水凶的很，这个。小鸭棉花糖啊。嗯，好了，你整跑了。压了40分钟了，你想想。我把鸭子那个。来说鸭子嘛。我鸭子5斤多重哈，就现在我都肥肠更少了哈。还有多少年？你买的？冷，你给我哈。过年买的嘛。我的今年买。我冰箱现在都要养了好几只哈。给我。喂点冰箱都闻到那儿，那这儿，这儿。喂点冰箱都闻到。啊，不晓得喂粮食的吧？真肥肠，那不肥肠？哎，真噻。稍微蘸点儿糖，不要蘸多很，油的很。非常好吃，把这个鸭子好吃。我买鸭子呢，非常好吃。你给它非常好吃吗？非常弄啥子都是非常好吃，做菜比较费时间，但是都好吃啊。鸭子也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尝了我弄的，非常里面就有鸭子的香味，鸡味里面有牛肉的香味。
见证短书。非常啤酒越喝越有，也是啤酒越喝越有。这个，哎，这个非常直接巴适，就是烧了点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芒果，要喜欢互动，最新关注我们。我是阿明，我是阿哥，我们两个人，拜了个拜。